贵豪，一齐嚟睇下抗疫物资包系点样生产嘅。你哋唔好误会，呢度并唔系庇护工场，庇护工场啲工友都做得快手过佢哋啦。十九几人去装几样嘢，分工果然够仔细，睇得出佢哋系经过严谨嘅安排。后面黑色衫个阿姐仲翘晒手摆晒 pose 咁喺度做监督，够晒台型。成个过程大约30秒，不过每个人呢淨係做3秒都唔使，其余嘅时间都係停晒手喺度睇戏，睇其他人做嘢。仲有效率个庇护工场呢份绝世好工去边度搵啊？咁爆笑嘅片段梗係要同大家分享一下。麻烦观众踊跃留言，一有新消息再同大家报道。多谢大家俾面，鍾意就订阅 share， 係咁，再见。